今天做一个特别简单的低碳水巧克力玛芬，基本上就是一搅一烤就好。所有的材料全部都加入到碗中，牛油果油也可以用黄油或者椰子油，其实全部换成淡奶油也可以，淡奶油没有，全部换成椰浆也可以。扁桃仁粉和椰子面粉也可以根据大概3:1的比例来互换。做玛芬的好处就是配料可以随意一点，操作也可以随意一点，但是烤完了之后都差不多。倒入碗中之后，根据喜好可以加入一点巧克力碎或者是坚果碎，然后烤箱175摄氏度烤25分钟就烤好了。玛芬趁热吃就很好吃。关注好好吃瘦，分享低碳无糖无麸质饮食食谱。